八点了！谁还没进来？谁还没进来的跳一下。他跳了！啊，我们今天下面这么多海，是不是又要该来了？哇，侦察机，又要侦察机哦！不是啦，钓鱼啦！哦，吓死了！又要钓鱼了！最近不是好像很多人运气很好啊？啊！我从以前说稀有的、啊，哎，谢谢，你也是一样，你们这些人也有一个了，你们这些人都一样啊。啊，对吧？哎，没关系，哎，你可以在这里欧洲，好不好？我们这里应该都飞了，要飞了。再来那个、啊、钓鱼狂热，让大家钓爽爽。好，我们上次、啊、是快速场吗？还是？就前十分钟钓鱼吗？好，了解了解。因为他现在有那个嘛，前十分钟免伤的吗？哦，有。你们在我面前秀恩爱，我要插入你们中间。你要插什么东西中间？你要插吗？什么中间？中间。好好讲话哦。我要插入卢米跟洋洋。两个刚刚在恩爱，我要插入中间。他们好好好。哦，进度了吗？他进入我们鱼竿是要用哪一个啊？鱼竿啊，钓竿。唱歌的那个。小鱼竿。等一下啊，你要怎样的鱼竿？要怎样的钓竿？哪一个会比较好、啊？他钓鱼狂热是增加宝藏与垃圾的几率。哦，我们之前是海洋祝福吗？还是鱼饵？鱼饵会钓吧？鱼饵吧？鱼饵，然后再加个效果，是每个人都有幸运、啊、会钓更多。嗯，好啊，更多。那就来个鱼饵啊。贯穿惩罚，贯穿惩罚，新的、哦，那是什么东西、啊？对，你灌没有没有开没有开，它就是禁止贯穿的概念啊。哦、禁止贯穿的话就会被失明。手持贯穿贯穿弩的，哇，有这种啊、哦？会失明的哦，这个好棒哦，这是针对我啊。不然UHG现在大家人人贯穿宝了，对啊，太可怕了，真的是人人贯穿。他竟没有给我鱼竿，等我鱼竿一下，你可能去台中找一下，还可以找巧克力哦，等我一下下，行，我调一下其他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谢。干鱼干，干干干。哦，有个钓竿，没有加酒钓竿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加酒钓加酒钓竿，没有是加零。还没加，还没加啊！不是啊，直接给他、啊、直接给你钓竿的，这个意思吗？嗯、直接给你钓竿啦，有吗？小蛋鸡嘞，我爆掉了，不会要掉，我掉到繁星了。我们阿基，我们有队长就好啦，掉到路面，我掉这样。哇，那我当队长就好高哦。啊，给鱼饵。然后跟一根箭矢，啊，箭矢，因为、哦啊、还有铁针，还有铁针，好，有要无限，我记得还有好像还有经验品嘛，对不对？有吗？两组需要经验品，还是我们一进去就给那个十等还是二十等？耶，哎，画面都是掉蛋，要怎么复制？去不得加中箭吗？Ctrl 加中 Ctrl。好了，有了。哇，五哎、欸，五阶。哇五，五阶了。真的加九钓竿了。哎呦，
加九掉干。啊，我们箭矢还有其他的也是要那个啊，也是要队长啊。哦，先用紫金召唤出来比较快啊。谁笑那么开心？有人笑的，也太爽了吧！很奸诈的笑。天呀，我在你们家。好可怕哦！内幕有点有趣，我怎么复制不出来啊？刚错加中剑，加中剑。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按 Shift 加中剑啊？没有啊，我关键复制不出来啊。那我给你，这边。哎，可恶！哎，我没给不出来啊？谁把箱子打掉了？哎，不会是我吧？我没有啊。没有，我真是我最好一箱，最好一箱，我快把钓竿玩坏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不当队长，太开心了。我永远不会当到队长。我要改名字了，我气死了。在前面，可以信。我们换新，换最后一个麦克风，声音好特别啊！真的，都要被你勾走了。勾起来，因为我是生存，所以复制不了。笑屁啊！哎、欸，你们这是什么模式？我是上次没玩到啊。就是我们会开启钓鱼狂热。哼，嗯，你钓到宝藏跟垃圾的几率会大幅提升。反正基本上就是会钓很多宝物。嗯，那我们前十分钟都不能打人，都在钓鱼。哦，对，好。那因为你会钓到很多很多的附魔书，所以我们也会给铁砧跟一根剑斧。所以你只要钓到一把无限弓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射爽爽。那如果你没有无限弓也没关系，你可以射一下。好，射一下。最后一个子弹留给自己啊。然后开场给大家38等，让大家38一点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那就来随机分队。耶！哦，一个大队长，分三队。啊。哎、欸，杰瑞，杰瑞能当到队长很难呢、欸。走了吧，下面都比他后面难，真的。加油！分开，分开。那幸运就给喽。好。我现在，繁星。嘿。哈怎样？真的是变另一个人了。这才是、啊、没有，就想要多听你讲话。你听不听得到哦？去听我的记录，不一样的感觉啊！哈，听你的记录档。哎，我今天调超久，还是跑去问小雨、欸。对呀、啊，因为那是我刚睡醒。我有这样子，很心动，很棒。真的、哦。哎呀啊！环境有复制好了吗？我复制好了。等一下，哪一个？我再多复制一个。那个没有，就开场你拿那个啊，中介箱。好，行，啊、我好了。走走走，应该会摔下去啦，陆地很。可以把房间的声音拉回100%。哎、欸，对，原本都是200%。对对啊，钓鱼赛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哦，好，陆地。繁星，繁星。香香。香。我刚差点要直接复制贴上，然后是 Q 小雨。哎呦 ，Q 下去就好笑了，哇，好多。哎、欸，只能拿一个，我只能拿一个。好的，好，我拿一个，我拿一个。铁针我没拿，铁针我没拿。我掉出来了。好，打掉。好，你掉，你掉。团团硬要远离我们。没有，我挖箱不同。他有剑，他有剑箱。他怪怪的，他怪怪的。我，你要变间谍是不是？保护伞。哦。弓。强力伞。等一下，我们这模式会不会太强了？啊，强力强势！你是不是运气没用完啊？你是传说没有上一次我们没有鱼饵物吧？这个掉超快的，對啊、哦鱼饵太快了，还是上一次没有海洋的祝福？因为海洋祝福可以掉，没有是没有鱼饵吧？没有鱼饵吧？哦是哦，鱼饵会掉超快，对啊对啊，哇好爽啊！哎、欸、我强力式的附魔书 ，Game Mode 是第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嘿，好，我怕我等下切到那个。冒险模式哦，没关系，我帮你。我有燃烧了，掉超快。我有两个硬骨螺了，无限无限。我有无限强势攻。啊、我要拿命名牌敲爆你们、欸！我觉得这个掉五分钟就够啦，太快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这个耐久度超低，要修，需要大家修一下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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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够啦！超快了，还有肉食钓鱼。
贯穿，贯穿就没办法，要弩。嗯。这么强力是啊！太神啦！掉超快，超爽啊！哇！第三个荷叶啦！你有三个荷叶啦！我有两个螺啦！再见。超多工。真的很多，那就五分钟可以开打哟。我声音没有吧？没有很小声吧？刚好附魔术怎么不见？正常，正常，正常。好 ，OK。嗯嗯。哇，可是，哦、我们看有几个那个啊，无限力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有无限的其实就毕业了、欸。对，帮忙掉，帮忙掉。哎，对，可以帮忙，一起帮忙掉，帮忙。换你是怎样？欸、我有三个安的、欸，有没有嘛？我也有安，安安安，一堆掉五条多好多、哦，真的，平常都不想掉的。哎呀，四个安，气死！快哦，快哦！哦，怎么又是叶子哦？因为我上次真的没玩过这个哎、欸，很爽哦，狂掉。我有荷叶了，哎呦，第三个书，哈哈，贯穿式，哈哈，不能用。我有两，哎、欸，你那个边界，我们这边边界，后面，啊、哦哟，我们这个铁岛吧，铁针，哎，铁针，铁针，铁针，啊，完了，我们没有铁针，笑死，我们没有铁针啦，完了，不需要，完了，掉无限攻，你们有几把无限攻？一把。一把，而且耐久度几乎没有，耐久度有点少啊！哎呦喂，没铁针，那个可以啊，看有没有其他玩家，对不对？我们用他们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可摄影时间三分钟了，好像没看到哎、欸。而且我们的木头草场，你刚好有挖木头吗？不然就是让他们先打。你们没挖木头，哎呀，完了。完蛋了！让他们先打起来吧，只能这样啦，尴尬了，我只能射一下，我应该也是只能一下啦，我可以射60下，好多下，好多，不是你们不是有无限，有啊，还是你们是我的耐久超低呀、啊，可以啦，你要对他有信心，太多安了吧，我看到那个耐久我都没信心了。哎呦，有强势耐，有修补的，哦，那就没关系啊，没事。不行啊，你没办法，你没有弓，你没有箭矢啊。对啊，真的。觉得哀伤。哇。太尴尬了吧。真的是尴尬了。哎呦，是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完全忘记耶。没想到啊。没想到边界来的这么快。太强哇！哎、欸，这本附魔书太强了吧？什么书？四个属性啊！好，现在掉到的都是卫生纸啊！好神哦，分裂箭矢，分裂了！哎、欸，修补工啊！我有没有用啊？没有用，扔掉。前面那边是有鱼在那边飘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有修补没有用啊，有修补要无限啊、哦、不然就对啊，如果有无限又修补的功就爽了，不可能啊。啊，不能啊，他们两个不行，对，不择一啊，好久以前就不行了，对、啊、火焰无限，我有无限了，我也可以射了耶、oh. yeah, 至少可以射了，可以几发？可以多射几发，感觉可以有个十发，哇，这么多，真棒。哎、欸，不是 F 3加 B 可以看吗？哦呦，我有好多是可以看的，好多了哇！我是荷叶王哎、欸，好多荷叶掉一堆垃圾啦！五分钟了啊！边界来啦、欸！一堆钓竿啊，扔一扔，一堆安娜扔一扔，怎么那么多贯穿的书啊？就明明就没办法用哎、欸！那个，我们这里那个、喔、要走了、喔，小雨，我再走啊！我走了，再见了，走了。哎、欸，啊，啥都没有，有一点荷叶好了，来看前面是不是有人。这下有够尴尬！哎、我的无限还没有什么伤害就击退啊、哦！真的假的？太惨了！我至少有火焰，无限击退啊！
对啊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无限击退你是，无限击退你，哎呦，哎呦，很猛哦，对哦，对哦，啊、哦，这里好会游、哦，嘿嘿，可以边抬头游，抬头游，哎、欸，那个前面有，哎、那個欸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瞄了，瞄他们、啊，要打吗？不能打吧？反方已经打了，反方已经打了，他已经打了，哦，你确定？他们有铁站放在外面吗？有吗？裸露的，打退他们，打退他们。对对对对对，先用箭矢劝退他们。哎、欸、哎对哎、欸，那个箭矢不会往下哦。好。哦，不会落。哦。他们往下，因为有弱化，有弱化。哎、欸，他们走了，他们走了。他们走了。他们走了，把铁站抢下来，把铁站抢下来。铁站是我的了。自己看要合成的，自己看要合成的。掩护哦，掩护哦，掩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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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在水里，在水里，在水里！大家都火焰，大家都火焰！好好，往走掉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我在挖洞，挖洞，挖！你那个挖不起来，不用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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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挖不起来哦！不用挖，不用挖，不用挖！我已经用好了，你们来，你们来！好，掩护，掩护！这是对，这是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！好，他们退走，他们退走了。好像要死稿才可以挖死稿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我合完了，没事。我强武了，强武火焰无限。强武，强武，我强势，强势。我是强武，强武无限。哎呦，啊，这两个，哎呦，强武，强武，强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好像还有强势的，我还有强势。我强武了，我强武了。大家都有强武吗？有，强武了，无限耐久，所以所以。好，要把这铁砧破坏掉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把破坏掉。就空血就小雨。等一下。好好，等你，等你，等你。我做一把木剑。你想要燃烧吗？不是，等下你是被射了，你是被射了。那个是树上的剑士。哦哦哦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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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那我也要，哎，我也要。对啊，因为我有锋利啊，想说。哎，斧头不能附燃烧，对不对？不行。好。哎，那我附弄斧头。哎，还是用剑。想把耐久冲高一点，有把其他的弓都合一合。好了。我有一个会烧的木剑，就这样。你很强、哦，哎、欸，那继续放着哦，我来咳一下。好。哎、欸，你看到人？哎、欸，我等级不够。啊，剩十。哎呦，我的弓，哎、欸、哎，铁、欸、砧没了。啊，弄坏了、啊，没了。哎、欸，来了来了，敌心有敌心，我要被烧死了。好痛、啊！敌心完，我射他们啊！我们玩太久了。在哪里？我没看到他们又回来，他们又回来了，他们也要抢铁针。对，他们可能走远，然后发现需要铁针。真的，哇，刺激刺激！哎呦哎呦，碎碎碎！哎，都死了吗？六六六！好好好，二打四，你们要二打四。哇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天眼兵帮你们看，他们在还在掉，他们还在掉。看有没有火，有没有火焰呐？我可以捡在地上，我有一把满耐的。你就看满耐的弓，几乎满耐，几乎满耐。哎、欸，这里，你们跟他们距离蛮远的，所以还好。太多了啦，白子！哎呦，我还丢错哦。反正在水上，我是在水那边死掉的。嗯，你可以找一找，有，我的头颅在那里嘛？你看我的头颅附近的弓，你头在哪、啊？你头在哪？在你前面，就在你前面，那水那里。对对对对对，这里水上的弓找一找。水上的翻一下。对。反正你光看那个耐久度都知道了，耐久几乎满满的就是了。哦，有，哇，你的弓也太神了吧！对，全部都有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会不会生怪啊？刚刚也是什么的，不知道会生怪吗？会，应该会啦。会，有看到蜘蛛了。对，你要挖吗？你要往下挖吗？去、欸，他们在你。好，你们先打，你们先打，先保护自己。哎、欸，打不死，打不死啊！什么打不死啊？可以啊，悠悠死了死了。反正在你前面一直直走，这里就到了。而且他们有盾牌，他们有盾牌。我被射了！哎呦喂！玩玩玩！好烧哦！烧哦！他们来了！小心，我觉得可以爬树上，看有没有办法。死了！哇，我被射了，这团团了，剩下我一个哎。而且你在边界，你这边是边界哦。啊啊！要求贵哦。哎呦，等一下，他们有人想要过来咯，对，该往前走了。不要啊！
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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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树上也不错，爬树上。树上，我觉得在树上，至少怪不太会来。可是你可能要往前。你加油！他们在射怪，他们射怪，他们在打怪，他们在射，好难哦！天哪，我弓射超不准的。对，你这边等，这边等。到树上，到树上。他进到树上，有没有？他一爬，左边，在你对面，左边，左边有没有？射，有没有？还没看到，杰克在前面啊，你正前方。他刚好被那个树挡住，你被挡到，你被挡到了啦！你要跳上，跳上去，再往上一点就有没有看到？对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？杰克，前面，哎呀，不见了！喂，左前方，一样，左前方。你好，你现在面的方向对，有没有看到？好远，对，有一段距离，可是我们剑子不太会掉下。哎呦，音乐，快点！你这样我好紧张。都一样在刚刚的位置，对，都在那个方向，好。哎，葵花，你旁边哦。哎，你垫高，现在边界没有在收缩。哇，好刺激哦！太紧张了吧？我觉得你可以，射下去啊！你没射到啊？你怎么没火焰啊？我没有火焰，你怎么那么弱？你好弱！你的火焰在哪里？你怎么那么弱？我射不准呢。那你我。怎么办呢？尴尬了！他们现在是不是守在那就好了吧？他们有听到电石声，他们在捡尸啊！他们在捡尸，他们在捡尸哦。挑装吧，挑装，挑装备。你要嘛就等边界，要嘛就直接上了。你打是，你感觉一剑就不行了。好了，直接过去了，不管。一剑就爆炸了。嗨，我在这里。你突袭突袭，你知道突袭吗？突袭吗你？射一下嘛。对啊。你要被金身打了，哎，打他打他，你收他，你不是可以吗？哇！打他！好猛啊！可以，至少有表现了。好好。好，潜行。潜行模式，有人。他们也有天兵。他们要打怪。小心哦！僵尸应该会找到你哦。僵尸不要找我了，没事。你的路啊，上不来。噔！射他们！噔！哇！他们都举弓了，都！我！我看到流星了，我看到流星了。没事，你这边怪都没事，还好。屁啦！这个箭雨我怎么过？从左边再射几下。左边一点。哎呦！我下速。哎，那个后面僵尸！哎！你桃木剑啊？不是啊，杰克从下面来喽。来喽！你后面你怎么上来？僵尸又怎么上来的？你在想什么？哦，好像你后面僵尸又来了。